今天我们呢，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用这个共享屏幕的方式展示一下你的作品，这个时间要长一点，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开 Zoom 的时候啊，没法展示。对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来解答一些问题，解答问题我们。不一定非在这上头解答，可以在那个社区生活栏目里面提出问题来，然后我们来解答。能者为师，不一定是我来解答，就是大家谁讨论式的吧，可以在那个社区生活栏目里哎头。呦，要上瓶水了，你的水。我们主要今天啊，展示一下啊，用。共享屏幕的方式那你也展得示喝一下自己的作品，比方说，你那个美图秀秀，你制作了一个图片，一个节日贺卡，啊，像今天三八妇女节，你给节目们，制作了一个贺卡，这也可以展示一下，是吧？口头换背景啊，也可以，能听到了。另外我们。上次讲过，就是美图秀秀的视频，编辑功能，好，放有的上。画中画，你可以把你制作的画中画展示一下，还有，前些日子，徐小红，给大家讲那个，小年糕音乐相册，大家可以把你制作的音乐相册来展示一下，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不开 Zoom 的话，没法展示。好多朋友都想展示，但是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够。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内容，就是展示你的作品，用共享屏幕的方式来展示。展示的时候，希望大家呢不发言的把你的话筒关闭到静音状态，这样对这个网络。这顺畅流畅啊，也有好处。如果大家开着这个话筒的时候，有时候干扰比较大，是吧？就是展示的人可以打开啊，进行解说呀，进行说话。其他听众呢，就是先把话筒关闭了我看，魏军，咱们是不是就这样啊？开始吧。常老师，我可以先展示吗？好的，我先展示啊。我想有一个问题要提问。屏幕，开始直播。怎么搞的？重新开始，停止，再共享，对，这部屏幕，生物直播屏幕已停止，因为尝试开始效果，这是 OK 好，开始直播，没有进去，重新共享，哎，对，重新共享。对，我已经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啊，现在是我朋友他。好，进去了，上吧，进了上吧。网吧，进了，上吧。点一下 Zoom 开关，点一下就像 Zoom 开 Home 关。吧，点一下 Zoom 开关。对，然后再点。再点一是下呀，对 Home。的，对的，你再点一个 Zoom 开关。你但点他上，走了，开始了，好了，开始了，行，你现在都出来了，走不出来，
再点一下子吧，你正在共享屏幕。你再按一下 Home 开关。再按一下了。共享设备音平台 ，OK。再按一下，你刚才怎么按，你现在就怎么按。好，出来了。出来了。那下面不是屏幕不是出来了吗？那你这个不能离开的哦，你再。怎么搞的？他怎么不出来？上回出来了吗？啊，不，你刚才那个 Zoom 键肯定没按到，一按到就出现你电脑屏幕了。再按一下开关呢？再按一下，再来一次吧，再来一次看看怎么搞的。应该很容易出，上回出来过了。好的，开始直播。你屏幕包括通知内容在内。你按一下 Home 键。对，我就怕又按了又不行了。没事，你别等。一按就是这个屏幕。对的，对的，已经进入了。已经进入你的屏幕了。你找一下，你找一下你想要。给大家共享的是照片、oh, okay. 还是视频啊 ？OK， 哦，已经在我的屏幕里面，哎，已经在你的屏幕上了。你现在已经很好了。Oh. 我给分享一个这个啊。好的。啊，明白。那这个能看到吗？看到，很好。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啊，我把它停下来。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把这个背景的音乐不要，但是怎么它老是有？你看啊，那这个不是我的声音，这是背景的声音过来的。第一个这个，但这背景的声音怎么可以不要，曹老师？背景音乐可以关闭的。我找不到的。有一个小喇叭的那个图标，你把它关闭。但是我一关闭以后，我自己的那个音乐就没了也。我现在弹琴吗？这音乐也没有了。你现在弹琴的声音有就小。对呀、啊，我、你在编辑的时候。你就先把你那个屏幕关了，就是那个你那背景那个音乐关了，完事你再弹琴你不要关，他俩结合在一起就好了。我一开始啊也是这样，但是我最后弄的呢，我是把背景的那个不要他声音，就给那声音给他关了。完事你再往里头合的时候，你弹琴的音出来了，背景的音就没了。哦，好的好的，那我去退了吧。哦，那其他人啊，你也退出了，退出了。你在编辑的时候，你要开香蕉吗？啊？我停止了啊。啊，你退出吧。下面是费，来我弄一下。我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现在是费，我把你的静音解除，你这个可以讲话，我把你放下。我分享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啊，他没有声音，所以我在这里再试试看，魏老师。好。OK， 怎么这么好？谁没下去是吧？有声音了、啊。
有吗？有声音吗？我听见了，有声音吗？有，这个声音不知道是你真的不是、啊、外语。啊，这不是，啊、哦，这个声音有了。但是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它有两层声音啊？有吗？现在有没有？等一会儿我要把一个声音关掉。孙小果、莫文思、巴图梦和纸面服刑案追责29名检察人员。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公路、水路。你这个里面声音很，这个声音不是我的，我关掉一个啊，两个，所以他这个上次也是这样很弄，我重新弄一下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对吧，我必须要有两个，我没有两个我不行啊，我重新呢，我做一个这个是两个里面有唱歌，一个要把声音变是我的，我再重新弄一下。对啊，你两个的话应该有一个要关掉。好，行，我先知道了。这个不是我的，是刚刚是谁声音发出来的？这两个在一起，你有一个要关掉，一个开，你想开的那个要开着。另外一个要把它声音关掉，这样就不会产生共享。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朋友呢，别人在展示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声音要关掉的，否则就我们这里就很杂。我关掉的啊，我现在先关。就是这样呀，就是吵，我没办法。很吵怎么办？你声音呢？你这个声音没开出来啊。我声音其实是开的，你看。
你这边的话筒没听到。有声音吗？没有。我就是没有声音。我这里有声音啊。你那里是共享，这个声音混到一起。有吗？没有。我重新弄了。你是不是另外一台机子在开的？好像他那边就是你另外一台机在关掉，你否则就这个共鸣太重了。你比如说你是一个 iPad 一个手机，你通过 iPad 显示你手机里的内容想发出声音，那你的 iPad 必须把声音关住，然后你用你的手机打开来，然后让它发出声音。你这个是不是你的手机的声音没打开啊？我手机声音不好，我要关上，不关上就有声音。关上我的话筒。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少了，刚才48，现在43。大概人家等的不耐烦的。对。你可能那个 iPad 跟那个 iPhone 要稍微距离远一点。尽量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觉得我说两句哈，我觉得这个堂课上应该主要以老师讲课为主，完了那个讨论的话可以分组，因为人太多，大家都看着一个人肯定都不感兴趣，不一定有一个感兴趣。我下来了，对不起。你下来了，李文英，来，我试一下，我试一下看看啊。一般来说没有，我那个体重就是总是134到33这样。哇，我这种还转起来没玩儿。就130多岁。李文英进了。哎，进来了。嗯。我放一下啊，我就跟解决你的刚才那谁，头一个他那个有声音那个，你看我这个吧，我一开始发在群里那个就是两个声音，后来我想不对，我又提另做一个，体量是那个体重基本上没啥大变，这个是李守义老师他发的这个。完事呢，我又把那个蒋大为的歌搁到里头了，所以他俩就是一个声音了。哎，还有声音吗？有。踢脚吧。唱歌的声音。对呀。不像你那么细致，但是我这种我嘴。现在能听到唱歌声吗？我怎么听不到？能听到，声音稍微小一点，我再大一点。
个就是贾大为的，就这个牡丹花这个声音就叫我闭了，要不然他就俩声音，声音太小了。好吗？好吗？那这声音小不小啊？不想啊，李文英，你可以把再来个抠图，就把他后面的背景就不要了，就直接就是蒋大为在这画里面唱。那不行，咱不是要学那个画入画吗？我这是画入画的，不是抠图。好了，文英，你那个展示成功了，你可以退下。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那抠图也老差，老头子老少，再老差。啊、哦，那个 Table X 六，我把你的手放下，你下一边，他退出，你就可以展示。哎，请你展示，我把你的手放下了。是是。嗯。侬耳朵塞了海了，我跟侬讲，我弄到听不清，实在不要听。大伙展示，老师们讲，叫这些。今天主要是复习。Type X 六。我是把你的手放下了，你可以展示呀，而且你的话筒也打开了。是我吗？是彩虹，彩虹对吗？不是，彩虹是下一次。啊，那不是，那我就，那你打开了对吧？那你就开始吧。彩虹，我把你的手放下。好的，我没有学过共享屏幕，我刚才看着你们操作，我想尝试一下，我想尝试一下。那么我上，因为上次学的画中画嘛，我搞了一个画中画，我现在呢就用这个画中画再尝试一下共享屏幕。这个共享屏幕第一步是不是要把那个iPad 右上角的共享屏幕点击，是不是？对的，但是你现在是谁在放了一个白板在上面？这是谁放的呢？这个白板是我这里有显示白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是，那好了，那我现在、那你开始吧。好的。你是 iPad 还是电脑？我是 iPad。iPad 好。那我现在点右上角的。先点一个绿色的。共享屏幕 share screen， 然后呢，我再点击 screen 上面那一行，对不对？哎，点击完了这个上面那个共享屏幕之后，出现几行字，那我要点击哪行呢？开始直播。啊，开始直播，我看有没有啊。点击完了上面的共享屏幕就开始直播了。开始直播完，开始直播以后，就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这个屏幕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没看到。那我这没有开始直播的字样，那我这有这个屏幕，那我就点击屏幕试试看吧。嗯。然后呢？然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照片的字样，那我就点照片吧。就是点屏幕，你就是屏幕，你到现在我们都没看到你。你屏幕还没打开，不能点照片，直接点屏幕。你是英文的，是不是？我这个是英文的，可是都是你挺容易明白的。就是我点开右上角的共享屏幕之后，它就有一个开始直播哈。那好了，我现在出现了一个，他给你，那你听我说一下。好的。首先第一步你是打开绿色的那个共享，打开以后呢，它出来一个菜单，你按一下屏幕，
对，屏幕，对，好，我按了，按完了之后吧，它这有一个，有一个下面呢，它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圆点，在那闪，一闪一闪的，你就可以点开始直播。问题是我这没有红色的圆点，只有开始直播字样，那我就点开始直播吧，好吗？他还没共享呢。那我没有红点啊，没有红点在闪。没共享，他没有那个绿的，他没点。不，你第一步是点这个绿色的共享，你点过了没有啊？我现在点过了。没有，我点没进去啊。没有，你到现在我们没看到你的屏幕，就证明你还没有进入。啊，没有，我点那个。你第一个就是绿色的那个共享，点一下，然后它会出来一个菜单。我现在菜单已经出来了。然后点屏幕。好，点屏幕了。点了屏幕以后，它会出来另外一个。你看得到吗？是什么东西啊？我出来的，我看到一个是，开始录制，还有一个 Zoom。那你进来了？进来，进来，进去了，进去了。你已经进来了，你就可以点你想要展示给我们看的视频。你点画中画了，你在哪里啊？你可以点了。那好的，我点一下。那我这个时候应该点照片了，应该选我要展示的那个画中画了，对吧？对的，对的。好了，放在哪里了？我放在照片里，我现在点一下照片试试看啊。好的，你这还蛮快的，不错。没有，我这点照片它怎么不出来呀？啥也没有啊，是挺快。我点照片它没有反应，忘记。嗯。我点照片还点这个对号都没有反应呢，你又退出来了。你又退出来了。我是点照片呢，他没有，我没有退呀。你退，你现在已经退出来了。哎，有红点了，现在有红点在闪了，怎么办？再进去，你再进去，进去了。对了，点照片吧，点照片。我照片这个地方在一直在转转，可能他在 download 呢，在下载呢。你不应该下载，你在屏幕上一点就应该出来的。你看你点的对吗？啊，我点现在我那个红点像魏老师。你双击两次照片呢？你双击两次照片呢？啊？你没点了，你没点到哪个是照片，我也没看到。那现在有红点在闪怎么办？刚才魏老师不说有红点？对了，你现在已经进了屏幕了，你直接点你所要放的。你现在是照片在哪里啊？我现在在这个照片这个菜单这块，它是不停的在增加数字，53、54、55在增加数字，也同时在转，红点也在闪。那你实际上已经进来了，为什么还在闪呢？我已经看到你的手机相册不是在这吗？你点一下吧。手机相册，我是用 iPad。嗯，用 iPad， 现在一直在下载，在 download， 不数字一直在增加，是增加时间呢，还是增加照片的数量呢？我就不知道了。那你这样吧，你先退出好吗？那个先退出吧，你现在先退出吧，共享先退出，然后我先退出可以？好的，啊、对对对。好的，我再听听别人的经验哈。啊，对对对，你先退出。下面是 iPad 3。我给你解除静音了。iPad 3，你不要看别人了，你在。iPad 3，你这个。我已经给你打开了，你可以这个放视频了。对 ，iPad 三，哎，对的对，你可以说话，可以共享。要进了。
他这个速度快。哦，东西太多。嗯。哎，怎么又是你啊？不是 iPad 三，是就是一上来的那个人。对呀、啊。那是谁呀、啊？那如果是第一个人， iPad 三，他现在没不是第一个人，不是我。那石树兰，石树兰，我把你的静音解开。石树兰，手放下，好了，你可以了。曹老师、魏老师好，我那个话中话还没有听到我讲话没有？听到了，听到了。我的话中话没有做成功，我想尝试一下共享我那个照片的换背景，好吧？好的，没问题。好，好，好。嗯。看到吗？看到了。嗯，很好看。好了，我退回去。我有些问题等于扩下再问，不要占用大家的时间啊！谢谢。啊、哦，你这个太漂亮了。那我现在退。好，我退去，好吧？这是我换的背景，人没这么漂亮。谢谢啊。啊，很漂亮，很漂亮。嗯。你直接按停止共享就可以了。我没有停止共享，哦，对呀、啊，已经有红色的停止共享，你按一下就退出了。我按那个活膜键按，没有停止共享这个字。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这个屏幕啊，看到了吗？你这个上面的。停止共享，你直接按一下就出来了。我这里看不到停止共享两个四个字。你在上面呀。我、哦、这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好了，可以了吧？好的，好了，好了吧？那下，谢谢，谢谢。下面还有谁？刚看到一个。iPad 三，他举手举了很长时间，真的让他打开了，他怎么又不打开了？好，那 iPad 三又来了，那 iPad 三，那这一次轮到你了，我把你的手放下，啊，你打开吧。好，共享打开以后我就打照片吧。好的，哎，你这是哪一个？这共享你那个哪一个？你是用两个对不对？嗯，不是这。你两个的话，应该有一个要把声音关掉的。啊，你就当个相机了，你把什么小不小的？这不是了吗？这不是照片，那又不是没有。取消，取消，取消！他怎么不反映出来啊？哎呀，不行，我不晓得搞。那你是？我想请问你，我请问你，你是用的电脑还是用的 iPad 啊？我是用的 iPad， 你用的 iPad， 你上面你看有一个绿色的共享，看到了吗？看到了。哎，你按它一下。我按了。按了以后会不会出来一串这个菜单啊？啊，是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它上面第一行屏幕，你按一下。啊，屏幕，好，打了。出来了吗？出来了。你屏幕你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屏幕，它就是相机胶卷，打了个勾。还有一个屏幕漏置，它是没有红颜色的，就是个白色的。然后你可以有那个开始直播这个字有吗？开始漏置，它没有开始直播。啊，开始漏置。它还没进去呢，它还没进去呢，它还没进去呢。啊？啊我没进去。还没打开呢。哎，你还没打开呢。我没有把什么打开。你共享你还没屏幕啊没你屏幕按过了没有啊屏幕按过了按过了以后你就开再按一个开始直播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你说有开始录制也可以对你按一下吧开始录制按过了以后我们就应该能够看到了、但是好像我们还没看到你呀、开始录制它就那个红的呀一闪一闪的红的点点一闪一闪对的那叫按那个相机胶卷吗不用不用的你应该有三行你应该按一下最下面的一个开始录制呀但是我们到现在没录制了我们没看到你的屏幕、啊、哎呀不会搞不行你这样吧你先退出你听一听这个你记一下啊你记一下那个怎么屏幕共享的完了以后你有空再操作好吗好的谢谢啊下面是王我把你的手放下你开始是我吗艾米王对的艾米王、对的我现在就是说我这个屏幕共享以后我想问一下现在一个是屏幕白板 iPad 还有一个 Virtual 那个就是说我这里边我不知道按这屏幕和这微串，因为我按了这微串也能显示，但是那个屏幕是干什么用的？应该显示的是屏幕，你按应该按屏幕。但是我的东西在手机里边啊，我现在在电脑上看。我给你显示出来啊。应该用手机进来。进来了吗？这是我那个，这是我自己本人的相，放在那个剪影里边做的啊。啊，好好啊。但是呢，我现在不知道，就是我这个共享的时候，我现在不是在屏幕上弄的，我应该是在这个什么微信里边弄的啊。那无所谓，我还不管在哪都你看都是共享的。我现在还可以再给你选一个，你看。这是那个化妆画的啊、也蛮好的哟还会不错挺漂亮的对呀、蛮好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显示那个在屏幕显还是应该在微信里头显我现在老是搞不清这个关系喂，啊，你说，我现在没搞清楚这个关系，我应该在那个屏幕里边显示，还应该是在微信里边显示的，因为我是东西在手机上，我现在是在电脑上看。对呀，是可以的呀，你这个显示是可以，那我就直接点微信是不是？不点对对对，可以的，我一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东西是在我手机里面，我是通过 iPad 显示出来，可以的。那不用点那个屏幕，直接点微信就行了，点手机就行了，是吧？你现在怎么放出来的，你就这么操作，对的呀。啊，好嘞。
好，你退出吧，好吗？因为你已经做得蛮好的，我看。好，下面是 A71， 我把你的手放下，你可以享受。好的。共享。都搞定，搞定，你管的，没人拿你几个。嗯，我共享完了，怎么找不着那什么了呢？打着屏幕了。有一个戏剧群的。进到我那里去，进到我这个微信里了啊。对，已经进入了。不要把我搞进去，我不要进去。那你想找一下你？我想找我的图库，在微信里面去找图库。怎么掉的人？你不要拿我进去，不是很想进那个戏剧上。我要展示那个上一堂课老师讲的画中画，我那个要把微信里的视频转到这个图库里，我转不去我的手机，后来我就自己录了两个视频，我看看啊，反正也合成到一块了，我试一下的啊。哎，怎么没声了呢？嗯，今天怎么没声？你共享音频是关的，你开一下。共享音频。啊，对对。我已经共享了。啊，这怎么关上了？我看啊，我打红叉了呢。你再试一遍。再试一遍，你打开你的手机共享的时候，你应该把音频打开。啊，共享的时候，哎，我这还老婆，等一会儿奶奶这个完了，奶奶完了就做数学一会儿就做完了，好吧？啊，你可以拿过来，奶奶就跟你娘做，在奶奶边上做，奶奶把一开始就变红了，怎么搞的？音频有个音频的，哎，我这个怎么这位共享音？一共享完事儿，它怎么就变音频了？不，就变红的了呢？先打屏幕。对，你共享完了就是屏幕。啊，屏幕完事儿，我这块只有一个，立即开始，还有个取消，我就打立即开始呗。立即开始。立即开始。你看你注意看啊，你下面有那个音频啊。你那个音频好像还是关的，刚才显示哪个音频呢？哎，最下面的手机的那个音频啊，你自己的音频呢？哎，对，我的视频还关的，刚才是音频，这没静音呢。啊，那你放吧，你放放看。没对，还是没对，还是没声音，对吧？对，就是音频没打吧。你的音频没有打开，刚刚我们看到上面写的音频是关的，就是你开始直播的时候，你首先要把你的音频打开。我现在我这张，然后再进入到你的桌面。你如果不把音频打开，你直接进入你的桌面以后，你放出来的就是。我怎么打不开这音频？音频的喇叭，你音频你一点它就开了吗？我你要共享的时候，你首先是共享，然后再点那个屏幕点完了以后开始直播，点完了以后你看你下面的音频是开的还是关的，你一定要开。看到吗？你的共享音频是关的，你应该要打开它，然后再到你的桌面。这样音乐就出来了。嗯，好像还是关着。哦，共享音频写的关，对呀，开了，开了，开了，现在开了，哎，对了，可以了，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那下面你就展示，你想展示什么呢？是照片还是？哦，音乐出来了吗？好的。嗯，秋日之雨，好像音乐还没出来。对，他现在教我们的就是这样。肯定音量没开大。两个话，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就这样。有一个视频在这里，一个大视频在这里。我一会儿告诉你。你播放视频，你点一下看看呢。哇，很好看，嗯。但是他声音没有。哎，就是没声音。对，他其他的都蛮好的。嗯。我想问一下啦，你刚才那个，分享那个视频的时候，左下角地方有个叫做要分享你的音频，那个是不是也要打开？那是要打开，你不打开它是关掉的。它可能就是没有开拉一点。哎，我这里是断开音频吗？我那个画中画合成那个没有？画中画合成的很好。你听到没有？后来就是声音没听到。那我自己听到了呢，我自己在这就放的时候听到了，就是是吗？啊，那给我们共享的时候没有，我们没听到你的，那怎么回事？就是后边一个了，那个视频是我录的，因为这啊，你这个视频搞得蛮好的。完了，我没有别的视频，我自个儿念了一段散文配在上面了。我自个儿能听见，今天我一打开共享，这里面出现的字样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停止共享、开始共享，还有音算了，反正我这个是做，就是做到这个程度，被当做的蛮好的，做的蛮好的。除了你朗诵的那个没听到，其他的 我朗诵的声音小，那个背景音乐声音大了，是不是？最好的是那个。那好的，主要声音没出来，对，其他的都很好，嗯，毕竟音乐也没有听到，什么都没听到啊，那我自己放到听到了，他自己那就是我们共享的没有，没共享，共享那块还没对哈，对对对，其他的都蛮好的，那怎么要点一下共享啊？哎，魏大姐啊。他刚才是共享荧幕的时候，他共享荧幕的时候，他音频没开。要在左下角有一个叫做 Share the Sound， 就是说是不是要把那个共享那个音频要勾一勾，把它打开来才可以。共享音频现在又关了。你看啊，他呢，他是。直接就进入屏幕了，你知道吗？他直接进入他自己的桌面，所以他那个步骤我们都没看到。嗯，对，他共享音频还是关着的。嗯啊，我的共享没有进去，还是我自己看自己的。嗯，对啊。不明白，那我平时共享的，对了，是不是我打图库的时候就给这个。共享就关上了还怎么说，我不太明白，让别人再展示吧。好的，那我以前共享过那个什么，你以前共享声音也有的吗？有啊。哎呀，那我不知道啊。okay. 那个魏老师，我先不共享这个画中画，我看看我再共享一下看能不能成。你先出来，然后再呀。共享，我打屏幕。对。屏幕完事儿，我这就是一个白板上有一段字儿。OK。打了屏幕之后，你不要走。那我就开始。左下角一直开始。左下角有一个叫。啊。左下角，你共享屏幕的时候，左下角有一个是共享那个音响。音频。
左下角有三个，一个是共享音频，对，那个你要勾一下，勾一下完啊，把那勾一下，哎，勾一下，然后再去你的屏幕，再把它打开来。啊，我再开的共享，在旁边还有一个停止共享，一个红的，我没动弹它。这回我进去没有？不知道。你进去了。进去了。啊，进到共享里了。进了。进了。然后再回到你原来的那个。看我共享一个歌，看有没有声音吧。好。嗯，就是先点音频，再点共享，是吧？啊，我看着共享一个歌，看有没有声音。有啦。有没有声音？有啦。声音很好，有啦。很好听。啊，那我怎么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就不能共享呢？不是，你第一次进那个视频的时候。你要左下面方有，你要勾一下那个共享音。那我再试一把好不好？我看我自己做这个行不行？哎呀，不要了吧。啊，那好，不要了，不要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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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要了，要给别人吧这个机会。对对对，给别人吧。好的。下面还有谁？我想问一下，打开共享音频，就刚才那位先生一再强调的。打开共享音频在左下角，这个是在哪一步骤打这颗？打这个，点开共享了，是不是？你共享视频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叫做共享音频，那时候就点一下。对，那么先点音频，是吧？对，然后再去你的共享的荧幕。共享荧幕，哎，否则你先点视频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没有了，对，是吧？我没有听清楚，是在第几步骤点共享音频？你共享荧幕的时候，你先到左下角去看看，有一个叫做共享音频，你先把它勾一下，哦，然后再到你共享的荧幕要打开来，再到你的桌面去。啊，那这个就是比这个步骤就比较在前面了。对对，先打音频，再打共享视频。好的，嗯，反正是说，当你操作这个过程中，只要看到共享音频这样的字样，首先把它打开。对，那然后再继续操作。你有音乐的话，就先打音乐。对，你要放音乐的话，你就打开它；如果你不放音乐的话，你就不一定要打开。以前就感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样。嗯，出现的两个这个，一个是停止共享，一个是共享声音。好了，看看还有谁？还有就是今天在展示这个过程中呢，我和另外一位女士，我们两个都是使用的 iPad，那么。我们俩的操作结果呢都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成功，我也没有成功。那么我就在想，也不想浪费大家时间嘛，时间有限。我想请问魏老师，还有我们这位曹老师哈，啊，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在课后，我进一个 Zoom， 这个 Zoom 我可以实习操作一下，可不可以呢？如果没有正式的课堂。就是一个空的 Zoom， 我可不可以？不行的，不行的，是不行哈。肯定要有号码才能打开。不是有号，这我们这号码不。那是这样的，就是讲，如果这个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你早点上来，早点上来，人家还没开始之前，你可以先操作一下，好吗？啊，这个你这个倒是一个好主意。对不对？因为咱们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它的这个活动很多，咱们也不能影响别人的。你早点上来，尤其是我们下午四点钟开始的时候，你三点五十上来，我们上，咱们操作英文课，好吗？下面齐玉琴，好，老师您好，我是齐玉琴。我刚才看了大家那个传的视频，我真的很高兴，大家都做得很好。我现在讲一点呢，
我自己的事情，就是那个我在那个那个群里边看到那个曹老师发的那个有一个那个 room 群里边有一个，他也有一些活动，我也参加了。最近呢，我参加以后呢，我觉得他那个，那个生成英语啊，那个挺好的。我想加这个群，我想问一下曹老师，我可不可以加这个群？如果可以的话，我该怎么操作呢？叫豁达，豁达，不是豁达，他这又是一个群，这是那个曹老师，这是凤华群，他讲的是那个凤华英语群、哎对呀、啊，豁达会给你们每个人加的呀。啊？豁达会给你们每个人要求。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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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群。另外一个群的话，我这个群呢，我这个群呢是在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社区里边，我看见这个曹老师发的这个什么那个会议号码啊，这个密码的，我就进去了。另外的。我学了一下，我觉得他里边东西都学的挺好的。所以说那个我觉得那个生成英语呢，我想进这个群，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进。没有这个群，没有的，你就到时间你就去进。哎，不不不不不不不，有群有群，我听过的，我听过的、啊、那是我们凤华群，就是我们凤华里面组织的一个群。对对对，你不是没有专门的群，就是我们凤华资讯经常发的、啊、没有专门的群。对 对, 对，就这个群，就这个群，凤华资讯嘛，你要是凤华资讯才能进的。对，你是凤华的会员才能进。能进的哦。哎，是这样的，跟我们这个服务中心的是不一样。哦、两回事。哎，对对对，是两码事。我们你每天可以进这个群学，就可以进很多。我们的学英语也有很多的群。哎，我也学的，我也学的这个主要它那个生成英语，它里边的那个东西很实用的，知道吧？我想能够进的就进，不能进的，我就像你说的，我参加里边学习。你参加群了进了以后呢，还可以发那个发内容，知道吧？它可以呢有老师的录音，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就比较麻烦一点，那也可以学就是。啊、曹老师不在吗？啊，我在，我在。那个英语群没有啊？有啊，没有英语群，就是我们凤华自信学英语、啊。他是那个刘老师的。哦，我不太了解那个。刘老师英语教英语，那个袁孝奎袁老师。你不是听过他的课吗？我是听过他的课啊。老师他那个他说要什么什么，当时我也说这个事情，他说怎么加我。我也是男的还是女的？男老就是刘学明的搞的，就是刘学明。那你听他课的时候，你给他。